为什么叫杨枝甘露呢？看过《西游记》吗？你看那个观音菩萨，左手是什么？瓶子和水，那个就是甘露。那右手呢？杨枝。哎，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欢聚的美食空间。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。今天分享什么呢？一道夏天里的甜品啊，也可以是冰饮，杨枝甘露。介绍一下食材啊，首先这个西米为了节约时间啊，已经煮好了。西米的煮制方法呢，我们之前单独发了一期视频，我会把煮西米的方法嵌到我们今天这个视频里面。杨枝甘露最重要的一定是芒果，最正宗的应该是台芒，那我们只能买到了澳芒。然后西柚，这里面是红心的，冰糖，椰浆，淡奶，然后还有这个薄荷叶，薄荷叶我们起到点缀作用。这个非常简单啊，食材就是这样。加工食材之前呢，我们先熬一个糖水，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准备好了啊，把这个水给它烧开了，不用糖浆啊，我们用糖水，我们用冰糖，其实也可以用白砂糖啊。基本上这个糖水，糖和水的比例基本上是1:4吧，1:4或者是1:5啊，都可以。那我们一边煮着这个糖水，来，我们一边加工食材。好，那现在是我最期待的芒果时间啊，我们从中间把它切下来。哇，还可以啊，真不错。中间有个核啊，一般情况下呢，我就吃这个核了。来，那我们就把它都给切了吧，都给切了。然后这个我们要打成芒果汁啊，切的时候啊，大家看这儿有个揪揪，竖着切啊，那如果要是大家这样切的话，肯定会切到糊了。好，哇，我觉得是不是你拍张照片吧，这个感觉，来来来，哦，我们现在要打成这个芒果泥啊，有几种方法，就是大家可以这样啊，感觉一下皮的位置，大家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一定注意，一定要小心啊，注意手，哎，来这样，嗯，好，这样打一个花刀，然后呢撅一下，这样就全都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哇，这个感觉很漂亮的样子，是不是？我们呢就是留一部分这个，然后剩下的我们给它打成泥，直接这样给切下来了。我们杨枝甘露里面带一点点这个芒果的果肉，是不是？对。你去奶茶店点杨枝甘露，你要是加这个果肉，是不是还得加3块钱？加钱，但是他也不会给这么多啊。哎，我们这个芒果感觉怎么样？我尝一尝啊。就是我一朋友吃芒果过敏，就是他还喜欢吃，夸吃完了以后这个嘴唇都肿了。太甜了，你要不要尝尝？需要一张纸，这样录不下去啊。嗯，行，感觉很没出息的样子。来，那我们接着来啊。其实这点果粒就够了，是不是？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再拿一个盘子，我拿一个勺子，我们直接挖吧，把这个果肉给挖出来。来，这个挖法不错啊，哇，这个像感觉像冰淇淋一样啊，是不是？一个球一个球的，哇，这点是不是就够了？差不多了。来，我们看一眼我们这个冰糖已经化开了啊。来，化开了之后我们把火关一下，然后这个我们要晾凉啊。来，我们先尝一下这个甜度。嗯，心里有谱了。你看我们这个多晶冰糖非常的这个润呐，我们晾着这个冰糖水，我们把这个挖完。哎，摄影师，你说咱们这个隔音效果是不太好啊？有点不行。哎，这唱 K 呢？你说好，那这个皮呢？要不要甜点？你来吧。我行，你跟我来这一套啊，不给爆啊！哎呀，这个部分其实小的时候啊，特别喜欢吃芒果，但是家里不富裕，然后买一芒果，大家一家人分着吃，然后最后我还要舔这个核。快到这个核的部分，你看这儿还有，哎，我们还可以给它切成粒，好，全都放在这儿。好，芒果我们加工完了啊，来，我们的西柚，红心的西柚，我们从这儿给切开，来看，就是这种状态。我们买的是西柚啊，其实正宗的杨枝甘露放的就是西柚，然后把这个西柚拆成丝状啊，我们给它剥开。大家如果要是买不到西柚的话，可以用别的柚子代替啊，最好是红心的柚，就是这样，可以大可以小一点啊。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觉得为什么叫杨枝甘露吗？不知道。这道菜呢，反正就是我了解的啊，其实是香港丽苑酒家发明首创的这个。为什么叫杨枝甘露呢？看过《西游记》吗？这个看过。你看那个观音菩萨，左手是什么？瓶子和水，那个就是甘露。那右手呢？杨
杨枝，哎，对，造福人类啊，它同样也是造福我们。哎，夏天可以解暑。好，其实这点够了啊，差不多了。你看，我们今天做这个杨枝甘露，我们要低调。我们的上边现在还在唱卡拉 OK， 好，成功了，哇！我们收拾一下砧板，马上回来。好，准备工作完成。先生，您要一份杨枝甘露吗？超大杯的。好 ，OK 了啊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啊，来，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机器先给打开。来，我们把我们的果肉，芒果啊，芒果果肉倒入。这一看就不太熟练啊，这个。来，我们一起加工啊。有的人用鲜奶。我个人觉得用淡奶会比较好啊，奶和椰浆的比例基本上是2:1，那我们直接就把奶倒进来。这个我看看是多少毫升，410毫升，那我们现在大概是200毫升，那如果要是200毫升的，那我们就倒100毫升的椰浆啊。当然了，你要是喜欢吃椰浆也可以多倒一点，那我们这是要倒1/4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是什么？糖水。哎，对，我们的糖水也凉了啊。糖水基本上根据个人的口味吧，不喜欢太甜的那就不用放啊，喜欢甜一点的，那我们其实我这个勺，这个大勺啊，加2勺基本上就可以了。那现在我们把盖子盖上。那现在我们把这个调到果蔬这儿啊，2分半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启动。来喽。启动了啊。来吧。哎，其实我觉得不用2分半。这个他以为我们这个是西瓜什么的，那么的硬物，其实我们这是芒果。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杯子啊，上流。哎，怎么样？为了做这杨枝甘露，我特意搞了一杯子啊。我告诉你，有这杯子，我们没有什么超大杯，这一杯68啊。哎呀，我现在不能等它2分半，我要把它取消。1分钟了。这是电脑操作，我们现在是人工。来看一眼，哇，这么浓稠，你在外边吃有这么浓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你知道我现在为什么把这盖子打开吗？我第一呢是想尝尝它的这个味道，我真的是尝一尝。你知道什么叫杨枝甘露吗？以前的都不叫杨枝甘露，只有我们这个才叫杨枝甘露。然后我们夏天要吃冰饮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加点冰块，你要冰吧？要啊，你们不要也来不及了啊！这个时候我们把它盖子盖上，我们再打它一下啊，再打15秒吧，1、2，走。15秒，好，到了，取消，期待的时刻到了啊！我刷一下这个勺，来，我们来一点点西米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直接放在这个杯底。你要多点西米，少点西米？多一点吧，料足。哎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先垫一个底儿啊。来，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给打开。哇，这个，我去，喝过这么浓稠的啊杨枝甘露吗？来，行不行？来吧。68一杯，你能满意吗？价格不太满意。刚才我尝了一下，真的，浓浓的这个芒果和椰奶的这个香气啊，哎，还不能盛太满，你知道吗？太满就显得廉价了。来了，你看我绝对是新买的杯子，你看我这签儿都没撕呢，但是刷了啊。要不要来点芒果粒？那必须的呀。这芒果粒你看它不沉呐，我们再来点。这样就完了吗？来，什么叫带上？嵌入。这样一杯的这个杨枝甘露，真的，你看我们这个西米在最下边，就是吃的时候，你要略微的搅拌一下。68一杯，就是这感觉，就这个杨枝甘露，您看着办吧。真漂亮，太漂亮了。还有一个啊，真是为了你，我这煞费了苦心啊！我不但买了这个杯子，告诉你还有打包杯，看到吗？太小了，这个小啊，要不要吧？要，要，来说要就行啊。我可以多给你买点西米啊。可以。哎，你看，
你看我们这西米，西米广告啊。哎，可别买一罐西米啊。行了吧？行。我们为了突出一个分层的效果，看见了吧？啊。来，我们再倒点蛋奶。蛋奶其实没过这个西米就可以了啊。我们这回打包的这么装。来，这个满意不？太满意了。来，我们再来点西柚，放在中间。吃的时候您再晃一晃啊。来，现在我们来点芒果椰奶汁儿。哎呦我去，哎，行了，再装盖不上盖了。你还别说，这个我也要给你来一个精致。哎呀，这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杨枝甘露98，九十八，108，你说错了。这事儿完了吗？没有，可以打包啊。怎么没完？还缺点啥？我告诉你，我们这都是有备而来啊！你看看我们这个，哎呦我去，哎，哎，就这感觉，这 logo 一贴，哎呦，198，这儿没贴好，打个折呗，打一九折，这个成功了吧？成功了。哎，来，你说我们的粉丝朋友啊，给粉丝朋友做了杨枝甘露，带着我们的 logo， 带着我们的心意，你说要是，哎，给他们来一罐，你说会是什么感觉？太棒了。啊，现在就是因为夏天太热了啊，这个物流也不太方便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的杨枝甘露成功，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别忘了给你爱的人做起来吧。喜欢我们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关注，一键三连，这对我们非常重要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